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看到那个窗户上在这里啊，白天在这里啊，川普总统好像看起来比他真正的大小稍微大一点啊，拜登呢已经缩水了，缩水到比他实际的大小要小了很多，因为小的眼看他要从人家的公众眼里都看不见了呢，所以那些吹喇叭的拼命要想拉住他，不要继续缩小，就不要让他继续缩小，但是这个时候，我看到孙悟空啊，孙悟空、猪八戒啊，他们正在大战拜登啊，正在拉你，现在的基本上是越拉越远，越拉越远啊，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啊，正在被拉走啊，正在被孙悟空、猪八戒他们拉走啊，那确实，别人控制不了了啊，别人控制不了了啊，好，正在走啊，走，越走越远。越走越远以后，这个世界就清静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再见啊！